Hello， 这里是 AK， 然后呢，我们马上说要去拍 vlog， 然后我接下来要换一下泰国的一个传统服饰，让我们期待一下。Hello， 当，现在我们换上了这个泰国这个传统服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哦，而且还挺华丽的，我没有想到，一般传统服饰让我没想到会有这种比较偏华丽的设计，然后呢。我有一个就是尴尬的点，就是对我这种插兜就是呼吸的人来说，就没办法插兜，好像已经不会走路了。但是我们就去开始我们的泰国旅程 ，Let's go！今天真有一种自己录 vlog 的感觉，估计以后出去留学也要经常这样的录制。现在看到大家在这里都穿着是一些传统服饰，包括很多游客，确实这个泰国这个传统服饰非常非常漂亮。如果大家来这里玩的话，也可以稍微尝试一下。好紧张，我每次被人在外面认出来都好紧张。好亮。然后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国游客还非常非常多。像现在是暑假，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朋友。让我们看看，从这个角度看来看的话，看到这还非常壮观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正面来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挺漂亮的。但是呢，我属于那种不太会去像这种类型的景点去参观的人。我知道一个城市呢，就是一般就是一些夜市啊，去吃饭啊那样子的，就比较多一点点。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这种著名景点，是非常漂亮的。不过今天下着雨，有一种很特别的心情，让我自己再加上有点紧张，可能没有办法，特别特别的兴奋起来。就是你们看这个地方，看起来就像是断掉了一样，其实它这个是楼梯，就是它这个楼梯真的非常非常的陡啊！哦天哪，我都只敢这样子一格一格的走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高，因为我手里拿着东西。这个是扁豆椰奶，尝尝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确实很久没有吃过冰淇淋了。对吧？这个是泰式奶茶，泰式奶茶。他更喜欢哪个？奶茶。泰国人是不是很喜欢吃冰淇淋啊？是的。都很热。很热，对。泰国的冬天应该也很热吧？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吃过冰淇淋了，我吃冰淇淋就会容易把自己冰到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吃很快，因为很好吃。见过见天有利于现实梦境，现在终于卸货，那些头疼的事无所谓，一笔带过，房间压力再度十几笔跟摸，你看我底笔写下字句，当作无限不飞出，这精灵流放白色口语，谁的微步 Fly with it, fly with it, my soul Fly with it to the world, sing it。 我们有图了，你们要看到的话，你想看到的话，你在中文的话语手机灯只会棒，高调而做乐队，脑袋摇摇晃晃，世界爱我绝对。散步散步，把步丢半路，想要变得成熟，可惜我还没学会。想要去天上飞，比时间长出双翅膀，在腾飞，我唯一的下坠。那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OK，Let's go。
南京晚上肯定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料理，都不存在。看起来这些油炸的食品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吸引力，因为之前都是吃一些非常非常素的一些东西，最近呢可以稍微吃一点点。要说有哪些我特别特别想吃的话，因为它每道菜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所以还是想请主办方的老师给我推荐一些菜，然后我可能今天呢想再吃一些来泰国吃些鱼啊什么的。这个蛋饼我之前有一次来吃过，就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但是像这种家常菜呢，它也是比较看餐厅厨师的一个水平，我们来看到底怎么样吧。我们来期待一下，还有一些主办方老师给我们准备的。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Hey, what's up, man? Brother, older brother. 这个叫个通通，没有。你尝尝一下。老板先吃。这个是手抱的披萨饼，这个也是。哦，太厉害了！我现在就想直接吃了。哎，这里有筷子吗？泰国人平时吃饭也用筷子是吗？不用筷子。我吃面条才用的。面条才用。哦，所以说平时也是会用的。会用的，但是吃饭不用的。吃饭不用。吃饭应该用勺子和叉子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们这样吃习惯吗？我还好，但是勺子比较简单嘛，就是都能用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习惯用筷子吃。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很怕你说错。谢谢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非常好吃。炸虾饼没问题，我要先吃这个炸虾饼，非常有食欲的一个菜，是看就会觉得很好吃。哇哇，好吃到有点不对劲啊！再加酱啊，我吃加上酱。哇哦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不好讲，它因为它是油炸的，听说本来吃油炸就比较少，那就是吃油炸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吃。然后炸虾饼的话，它会比较软。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炸的海鲜，做的饼呢，它都会有一点点太软了，就不太合我的口味。但是炸虾饼的话呢，它就是刚刚好。啊！海鲜拳，海鲜拳，我不记得怎么打了。非常非常好吃。好。是虾咖喱，这个非常非常好吃。但我觉得这个咖喱，我很想配上米饭来吃，好好吃。这个非常非常好。请让我陪你走。要你，这是香点。还有很好吃。可是啊，不要害羞。然后这是 AK， 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吃完以后，有没有我最喜欢吃的菜呢？我今天最喜欢吃的菜是这个咖喱虾，那咖喱虾非常非常好吃，和搭配一些米饭的话，非常的下饭。老板，你今天最喜欢吃什么？这个 fish cake， 可以。他都觉得太辣的那个福建菜啊。那我们就是去玩接下来的活动。哎，我现在到了夜市，大家看一看啊。小小的购物中心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想去摩天轮看一看曼谷的夜景。有一些国内耳熟能详的一个牌子，那我们等一下见。拭目以待。
只要是这样子的类型的道具。这个也是一个 VIP， 你看这里它会有一些零食和饮料，当然不可以出行，因为它这些禁品。有人刚到站，他的巴士就刚好到，等了几年的人被吵闹的有一点好笑，坚守或更换线路该怎么选才好呢？而有人刚出生就有人为他备好跑车，跑车经过我身旁听呼啸的声浪。哇，没想到我马上就要在国外去办自己的一个个人演出，之前在澳洲的时候也是办过，然后这次在泰国再办一次，非常非常激动。你们知道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的外国友人来看，泰国的朋友来看，因为澳洲场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留学生，要演给外国人看的话肯定是要非常非常努力的。你们都知道我们一般在外边的时候呢就肯定想演好，不给自己丢脸，不是吗？或者你要加油啊。OK， 那么我们26号的演出见，今天的玩耍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巴士刚刚才来过，下一趟再来该多久呢？年轻人等的巴士来到，他却错过了。短视频。